出道至今有过许多经典作品，受到不少粉丝喜爱。但人红是非多，近日就有不少网友恶意将一些画面拼凑在一起，或是乱组图，在网上引发网友议论。对此，杨超越工作室日前就严正发出声明表示，近日有部分网络用户在网络上故意传播一些杨超越的恶搞剪辑影片及图片，在网上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舆论，工作室严厉谴责一切侵权行为，也希望那些侵权的用户们可以立即删撤相关内容，停止进行不当行为。同时在声明也强调，如果在这之后故意不删除影片及图片，甚至继续制造不当素材，损坏杨超越形象，将会走法律程序追究到底。Bye.